二三，哎呦看不到啊，怎么你的表情是做的吗？假的吧，提示提示，怎样捂嘴巴干嘛啦？哎，等一下我们再动口两边会爬出来，不要让他那个，所以我现在要去拿那个乒乓球吗？制作单位玩真的哎，三十秒计时开始，你手要下去了，这是恐怖秀，金姐你要不要先签保单呢？到哪里了？台北还很远，还很远。会不会咬我？他不会咬人，会还有一点距离，要左边一点。太勇敢了吧！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！咬我吗？没有咬你啦，他只是碰到你而已。啊？什么？是什么？他会碰到人？他会动？不要看，不要看。你不要看，我劝你录完再看。我说真的，是你要合理吗？你录完再看。我说真的，是什么？他很高是不是？他很高，他很高。他那他怎么碰这么高的地方？他没有碰你，什么意思？来来来，吧，谁先来？谁先来？刚刚分数比较高的是谁？刚刚分数高的是不要指我。贝贝，贝贝跟豆豆啊，豆豆跟贝贝，谁先来？好 ，NONO 来带着麦克风，三十秒，看旁边，把乒乓球拿出来就一分了哈，计时开始，来来来，手可以下去，加油，三十秒哦，你胆子真的，说好男生下去哦 ，Oh my god， 他很靠近你，我在哪边？你都说他很靠近我，因为他很大只啊。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倒球，时间到。我不到，我的他湿湿滑滑的，没有球吧？闻一下，闻一下，带球吧。好可怕！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不要讲话，来来来来来，是一个野兽味道。贝贝，遮住遮住，贝贝，野兽味。贝贝，我要计时开始喽，三十秒计时开始。你是把球藏在很下面啊？好，没有没有，还好。好可怕啊！你干嘛啦？好可怕哦！他咬我，太高对不对？没有咬你，他咬人对不对？他没有，你刚刚很高，他有咬我啊！你要再下去一点，他碰我，我要哭了。没有，对啊，没有碰你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我找不到。算了算了算了，还有后面还有机会，来。那从顺位吧，洛丽塔来吧。了不起就是找个手指头、脚趾头，就这样子。要讲谁敢摸？哎，我都下去了，我都下去了。我猜好像咬我，他不会咬人，是啊，他不会咬人。三十秒，他不会咬人。计时开始，加油，洛丽塔，开始喽，三十秒。把乒乓球拿出来就一分哦。在哪里啦？下面一点，下面一点。你要这样子捞，这样子。我有咬人吗？你被咬到？看起来要被电到。你有被咬到吗？你来骗我！你来骗我！出来了！哎呀，他把他抓出来了啦！他把他抓出来了！假的，假的！我跟你讲，